江区黄山浦海，水清火红，古声古村，直播直景，特色每只闻名遐子。近年来，后江区不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出一批精品旅游山路。近日，到农业农村部举办个2021当局每年乡村乡外旅游行推介活动现场，发布了52条精品山路单。后江区界小产区观光向踩着六处山路就榜上有名，成为此次创新入入选的山路。这也是后江区基础在滨海古运乡村乡外游山路成功入列后，再次入选国家级乡村旅游精品山路。小产区观光向踩着六处山路共四站，为生态当烟，每里当岭，大好古声，甲桥村当屋。首站当烟生态园面积13000亩，是一个集观光旅游、加农业种植、加乡外体验的产区综合体，年游客量120万人次。都知道，游人万步归海，相应到大自然，非常惬意。感觉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这样，然后现在阳光也不会很晒，就给人感觉就很美好。这样，然后我们走过来，花田这边也有很多花，也很漂亮。有山，有水，那边有个挺好的一个湖，那个还有这些花海，五颜六色，那个给人一种秋意盎然的感觉。我们现在开的比较好的是一些时节樱花，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格桑花，还有我们的醉蝶，还有我们现在的凤尾鸡冠花是开的特别好。颜色搭配呢，会给客人一些眼前一亮，而且这些都是应时节的花。穿越花海，对着咱们来到美丽的东岭。东岭以明朝铜器苍穹，历史悠久，当地古建筑水村丰富，民俗特色齐名。近年来，东岭多处变革，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已变成为万红村。只个有稻米杂种界秋瓜青，自然古朴界老屋空，花红草绿界公园绿地，让人流连忘返。啊，我们来到这边玩了，非常开心啊！你看现在满地那马路啊，什么房子啊，建得多么漂亮。像你这上面都讲些，确实是话花费了大量的能量，太浪费了，拆墙就挂别墅，国庆做这种这个古街路又比较多，拢是独家人开销下来个，来只比较路又退往像你个讲些非常呀。山路街第三站是大好古声，大好古声建于1717年，是全国最帅保存较为完好个首张古声，也是山头市动摇界海荒古迹。时至今日，古声界直唱直景，直抄直拍，拢专刻着别古直界界岁月痕迹。从这个小门走进来的话，还是感觉还是和外面那种城市的感觉还是不一样，还是有，因为它这个门那种是还是有一点历史感的。就小朋友首先被这个古城里面的这个木棉古树吸引，他觉得这个树年龄很大，就跟这个古城一样，历史非常悠久，然后环境也非常漂亮。经过政府这两年的修缮和保护，古城的文化风貌得以保存下来，这里也成为了一处群众休憩旅游的景点，有效地促进了濠江旅游文化的发展。小产区观光向踩着六处山路的最后一站是东澳古村，这是一座有着800多年的世界滨海桥村，三面环山，四面向海，南风台湾风高，是广东省古村落。漫步到东澳，可以探究古乡、古巷、古碑以及东西角下界特色建筑，昨日桥乡人家界繁华景象也依稀可见。走进这一条呢，这个着错线呢，我就感觉到我把这个烦恼抛在脑后，把这个人呢，好像呢全身心灵已经心灵到那个江南那个美景一样，心情非常舒畅。着错线是我们这个当时华侨回乡之后来建造的房子，
当时这条巷是大户人家有钱人的地方，它就是当时很繁华的，当时这边也很多那个做生意啊，人来人往的地方，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后面经过我们社区规划之后，进行了一个修旧如旧改造，把这两边全部用灯光的提升。近年来，丹屋依托桥牌之光打造最美桥村，如今社区道路宽敞整洁，处处花红草绿，还有整地界黄狗庄、九曲十八弯界周鲁桥等等，向正进行发展新愿景，正度真心不要怪。以前的话，这上面都是一些是以前违建的一些商铺，然后后期经过整治之后，现在就是非常宽敞、非常明亮，然后也这条大沟之后经过建设之后，现在也非常漂亮。由我们先贤投资了1500万建设了东湖这个大沟的整治，这个水街的景观提升，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给村民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地方，来东湖旅游的人也很多。当地花兴建桥北馆，以此铭记历史，记住乡亲乡愁。馆内界每件点物，拢诉说着东人心意界华侨故事。东湖村民呢，他外出下南洋，那么赚了钱呢，回到村里面进行了这个建房，他们又把新的西洋一些文化拿回来，但还是有部分，大部分还是用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现在你看到在壁画里面都有中西合璧一些文化，主要就是为了展示我们东湖社区的侨乡文化史，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的记住乡愁，发扬老一辈的华侨的拼搏精神，更好的建设东湖美丽乡村。特别值得的是，丹屋的结合紫菜顶特色龙山饼养梗闻名，已经独占形成品牌效应。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规划世界良品结合餐，以结合加乡外加旅游加文化的思路，打造结合产业景观。现在东湖社区这边种植的东湖菊花有350亩，接下来就是在11月的中旬准备进行这个东湖菊花展，到时我们游客可以过来进行这边的木栅道进行参观，欢迎游客朋友们到我们东湖社区来进行参观菊花，还有欣赏菊花，同时也到时游览我们村的这些美丽的乡村文化。此次上陈远光向彩蝶勒树山路入选国家级推荐列表，对校监区是极大肯定加促进。校监区表示，将提速促销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快建设艺业、艺歌、艺优幸福校园，为广东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贡献一份力量。十月十四号末，黄浦高架一个大埔挤鬼鬼祟祟，创自市区二三村一主题楼六楼的天挂，尚有两次用手机窃听头壳白嫩界画盖，因被发现并多次摇摇。当尾九点挂，市民穿两时才到来界画盖所益，突然伊发现天挂有动静。伊个大家或是偶立只开门去同伊叫警。当时我落锁一枪时路，可是只城门口边好像有滴个声。当时我大家去看的时候，你知无？随后，村两时个政府查到了门口个视频设备，发现当时有一名50多岁的大伯到六楼个通道鬼鬼祟祟，举起手机隔着听偷喝村两时所益。后来就是我翁去查监控，才知道我有一个人到口边路偷录像。令人愕惊的是，大概两点钟后，该男子又再次到天挂偷拍视频。我十一点跳上去，一直拉这个车，就是这个车，我大家就看到，但伊到天门外看到，但只手机了，有人去只手机了偷拍个，定都定啦。你话按搜索，伊也是即时就去摸去，因地方就厕所都有声，拍下天门，更早伊就，你即时就找摸去，你讲找出个两人的时候也找摸。对该男子个不法行为，村人士非常气愤，为此伊当面报了警。蔡能士表示，该男子的身份伊人并不清楚，但据知情人透露，隔厅偷拍的男子徛起到隔壁住宅楼。个个住在周边住户，我有报警过，也有警察有周边查了过的。通过这起事件，蔡能士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度过租主界单身人士，务必提防偷窥偷拍的行为。偷窥的
行为肯定是不好的啦。其实呢，这围观应该能使或者是主体老的家庭融合都着保护家己和隐私，然后听懵啊，你个人就全部是啥？偷窥或者偷拍别人所得，属于侵犯他人隐私的恶劣行为，不断违反社会公德，犯着承担法律后果。记者发稿在当事人初两时传来消息，但涉事的大埔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根据电话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五职员的拘留或五兵员的罚款；轻则加重的，处五职员上十职员的拘留，可以并处五兵员的罚款。使用专业设备偷拍，轻则严重的，可能触犯刑法。半夜三更，硬掉腿，白天入好行车，之前往往到影视机来对只台钓的情节。近日却正式发生到停海区盐洪镇一个工厂内，当将停海警方之家保警后，后尾就将背心走别个彻查山挖规划。近日停海警方之家盐洪镇春天澳工业区一塑胶厂负责人保警称，厂内办公室存放个一箱茅台酒、三瓶名士酒以及四条香薰等物品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盗窃。事发后，盐洪派出所迅速出警侦查，通过查台周边视频之后，民警发现，指出物品是本证明北车家里无清三个当年男子逃走个。有一名嫌疑的男子，鬼鬼祟祟的，大概是在凌晨12点多啊，就赤着脚走进这个房间，后来就从这个房间里面带了一箱酒，还有几瓶酒单独包装的，还有几条香烟，走出这个房间。民警调查后发现，指名盗窃嫌疑人对工厂周边的环境非常熟悉，应该是熟能生活。大概30多岁，他头发比较有特色，对周边的环境是比较熟悉的啊，所以我们怀疑是可能是工厂里面的人。后来我们就锁定了该名男子。经过随地摸排，10月13号中午11点左右。停海公安分局破晓化专业队联合盐洪派出所到停海区东岭镇一公寓内抓获入室盗窃嫌疑人林某刚。是一个出租屋里面啊，然后他一个人是在家里睡觉的。我们在他的出租屋里面搜出了一箱酒，还有当时被盗的一些物品。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林某刚供述，9月2号甲10月4号，以三幺六次连推。从一处厅门爬到对面楼的厅门，再潜入塑胶厂办公室来行窃。第一次盗得人民币5万6千元，第二次盗得一箱茅台酒、三瓶名士酒加四条香薰。第一次就有看到那个酒，第二次就主要去拿他的酒，现在感觉就是太后悔，不应该的。目前我家众多政治部审理中。警方提前关闭空间，就提高防盗意识，直到发现财物被盗，就及时报警并保护好现场。以后存放贵重物品，请放于保险柜，或者是说有人看管的地方，这样子妥善保管。针对这类案件，我们公安机关也是全力打击，保护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在未来连续强更好，到底市区背着路灯出现窃贼。潮州路甲金盛一路周边嘅积水，到现在还未消脱。周边嘅居民无奈嘅答：，这个落雨就被积水包围，出入困难，非常苦恼。明早，记者到市区潮州路甲白沙东路附近团购，虽然好听了，周边嘅积水逐渐消脱，但到目前，该路段仍坑坑洼洼，积水最深嘅地方还有20多厘米，行人嘅电动单车爱通过，还是非常困难。这条路就基本甲土路平来，即落雨就全部拢解拢积水，积了非常甜。遐小车爱过，看到开到抓起来，卡车啊、摩托基本开无得过。即正少都是着用六只计车去左右，伊才过水才会拖。路面遭水浸，周边住户尽数拢着清水下，搭着石堡或用过去拨落去。日积水拖了之后，路面又出现灰尘、粪汤，影响环境卫生。就会说强一嘛，更强啊！直直来来往往上落班街，非常麻烦个。落雨后积积来，但有出积，伊就有发出个臭味。蚊蚊也是个非常多啊！大家就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尽快查明这条路段积水的原因，修复破损的路面，尽快改革水浸问题。
有关部门来同时在那条路推得来来给修复，可能冲击着居民啊，包括着做企业冲击真有方便。近日，市区金山一路附近的住户也因为积水而苦恼。据介绍，这只路段洪涝逼近，有天时积晒是天灾，下水道由水涌起来。明早路面的积水化约120米深，准备化好潮。后生哪个上班？老囝，人哩爱去读书，家庭之间较着艰苦啊。可是那下水我着那，就为了吃我存去买。我做你囝，我后生都囝就赚三只嘛。做这个咩落雨，到时种地方土种只菜，过潮啊，超过我真是过艰苦着滴啊。金山一路浸水，通景非常不平，附近住户答，这应该是下水道堵塞，排水不停所致，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改观。该往处理这个水，买点积水。近日，网上应该路段视频，主要是涉及摩托车不按道行驶，甲汽车闯红灯界交通违法行为，咱组织来讨论。要保着路，还是搭车道，但是这种摩托车的话，是在那无按正常的行有来做路标，在那也接触了这个靠大开东西，将有涉及看车道的啥。安道行驶，只是靠安遐做，咱有可能加多，只是个过遐当发生，只是靠意外唔遮撞着啊吼。或者是无搭搭，咱只是靠交通障碍者来安道行驶，减少家己生命。陈先生，那个片头我们有只摇摆个小轿车，直接咧闯红灯，那他们讲有只电动车，唔注意的话，总会有点撞着。交通违法全记录由吴老爷专业特约播出，欢迎广大市民继续提供各类视频，特别是行车记录仪视频，公开曝光交通违法点线过滤，视频有效时长应到10秒以上。视频被查应该爆料，咱将获得正面来宾一份，让咱简单监督，更强文明交通。眼睛是心灵的听口。但随着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加上互眼意识的淡薄，眼眼习惯的不健康等，青少年儿童近视问题愈来愈经严重。尤其是山区的学生，更是重度不能听到的近视、弱视的情况。10月14日是世界视力日，有眼科院就去到中南区瑞宁中学为学生会提供眼健康检测。当日，眼科卫生为瑞宁中学的学生做眼健康检测。并评估伊能解视力发育状况，提出预防保健和治疗建议。960名学生解视力测试中，有一半以上视力异常，其中最严重的学生视力仅为0.7。6年级开始近视的，手机看多了。近视300多度，因为看电视。因为疫情在家里上网课，还有做看电视坐太近，然后就近视。眼科卫生发现，这所山区学生中，不只是留守儿童，大部分都生病，得了近视也无挂目镜。若当地医疗条件有限，老人家眼健康问题不少。我们的学生里边，近视的同学还是有好多的，但是呢，因为医疗条件差，家长不懂，带孩子去医院里边去进行就诊，所以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好多这个不同程度的近视的情况。普遍是存在着屈光不正、近视，还有散光，有的个别孩子还有弱视，弱视他有的没有及时就诊，就错过了治疗时机，造成终身遗憾。活动中，吴艺花准备了900副墨镜。免费为家庭困难的学生验光配镜。平时我也没有太注意我这个眼睛的问题，医生说我的眼睛超度了，要重新去配一副眼镜。配一副眼镜很麻烦，然后这次的医生来帮我们配眼镜，我觉得很好。据介绍，医方将联合学校通过电器台车、健康讲座等方式，向广大学生加强普及眼健康知识。弱视眼是应该是7岁以前是最好的治疗阶段，他没有及时发现，那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近视呢，一般都与他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读书知识不端正，
还有用眼卫生，他不注意有电子产品的使用，也以后要注意减少。此届超攰学期开学后，随着教育双减政策的落地，以往平地开会的学科类培训急剧减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农建会大家从预售外的课外补习班探索偷来，马上要被体育、艺术类培训团团围住，这个态势引发人们的关注。湖北体调车发现，最近外体校外培训市场异常的火爆，请乱响掌声。加强体育锻炼，培养艺术审美，本来拢是好事。此在又可在社会机构提供相关培训服务。问题是双减之后，大量机构扎堆转型，把外体培训当作新界教育培训利润点，又生成了实实的套路。比如双减竞赛焦虑，号称某某技能可以加分，坐落大校，农建不包办，并将落后。学在机构也仓促转型，开听杂乱无章，师资良莠不齐，个别大校老师跨过培训机构变成补课等违规现象也屡见不鲜。匆匆上马外体教育培训业务，同时爱保教育商业界新风口，实际换汤不换药，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学子只值新梦想，必须尽快统一准入门槛，比如定要低设备标准、从业能源资质要求等等，尽可能缩短门槛，让行业内外拢能有清晰的认知。同时加强监管，严格认证，对乱象苗头严抓狠抓，坚决防止投机教育乱象的出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无论是培训商业或是家私家长，拢只能顺势而为。过去这些年，广大家长和主动和被动的广接教育培训公比竞赛，花钱包办搞代海证书，搞得难样卖慌。如今双减政策的实施，就是让家长会摆脱将培训当教育的路径依赖。走了预售挂，来了外体验。双减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新回声。这只不良态势应该引起各有关方面、各学生家长界共同关注和警惕。双减后，课业压力在了，时间在了，农建会应该去提高。如果无想要让伊人被灰色的培训围拉，城市公共场所就应该给予足够的活动空间，相应的本体活动也应该更加丰富。